王，美女坐副驾，他们能紧握方向盘吗？首先出场的是演艺圈资深熟男陈维明，面对辣妹强大内功，到底会不会被干扰呢？ Hello， 维明。Hello， 你好。好，我是优以。优以。嗯。你要去？你可以带我去小巨蛋吗？哦，去那么近，你要去远一点是吗？嗯，我觉得去高雄巨蛋也不错啊。好了 ，OK， 好的。谢谢。明哥，你觉得女生擦指甲油好看吗？那你看看我的漂不漂亮？你的什么？我的脚趾甲，你看。你脚放下去，好，你乖，你脚放下去，我不要开车，这样不行，这样违法，快脚放下去。我想换衣服。你换啊，你换啊，你换啊。啊，就这样而已。你帮我把它扣子解开。等一下，红灯好，全解开是吧？对，全解开。OK， 好。对。好，谢谢维明哥。我可以加你 FB 吗？加。哦，好啊。干嘛？还是你是本名吗？你的 FB？ 我是本名啊。那你会加我吗？你 FB 叫什么？黄宇毅。哎，你到了，小鸡蛋，好了。为什么没有你的？太多了，没有办法接受。好吧，我就先弄。有了。谢谢维明哥，谢谢你带我来。不会客气，好，拜拜。哎，沈维明有收敛哦，三立到小巨蛋只花了23分钟，是还有下一摊吗？我觉得你好像极度不爽他，好像随时要对哪一件事情让你干拐子，因为他真的是车一开出去没有2分钟，他脚就上来，我就突然太猴急了，对不对？不是你，你要慢慢来。不是你要干嘛都 OK， 可是这个脚你不要上来，我真的堵了。难怪很没礼貌啊！对，你就会想要，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我想要，想要阻止，想要拍他屁股，就像你刚刚讲的。我告诉你，交通部会把你们三个人的驾照都吊销了。是哦，那他刚不礼貌，我觉得这样，就是整个人 low 掉，整个人气质什么 low 掉，恶心，又有点榴莲味，对不对？没有榴莲味，就鱿鱼。鱿鱼，鱿鱼，他脚翘上来这件事情，影响我对他的判断。OK， 鱿鱼熬夜。你们对于女孩子在车上换衣服，你们采取什么样的一个心态？欢迎张东啊，我 OK 啊，我还会帮女孩子挡。我曾经有过这种那种拍戏的时候灵眼女孩子蛮漂亮，你连灵眼都看哦？不是啦，我跟你说，她没地方换嘛，因为我们在算是比较偏僻的地方，没有室内地方可以换。她到我车上换，我还去跟那个灯光师借那个反光板，挡在我的车的前面，然后拿雨伞站在她旁边。难怪你会被刮车。可是你那个车子。是不是行进间的嘛？对不对？对啊，什么意思？没办法，他车子是挺好的，他在我车里面换的，我在外面帮他挡啊。挺好的，对啊，不是挺好的，不是人家问的东西嘛？你们搞清楚题目啊！他不是在问换衣服，人家问的是开车啊，在车旁边嘛，你不开车了？恭喜！会啊，欢迎他，到后座去换了，到后座去换，到后座换。会影响我啊！对，后座，我一定会影响，一定会影响我。眼睛一定会飘过去，你就会飘。那你后座可以用照镜子啊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会担心他会不会被外面的人看，我还要帮他遮遮掩掩的，会影响我分心开车。你这样看一下。高一点，往右一点。对，那我拿外套遮起来了。没有，我那个会把我的外套跟衣服挂，就是用三头遮起来的。不是，有点像门帘那种，有没有？挡住后座。我不分心，他也安全，不曝光的情况下，欢迎换衣服。这车子还有门帘啊？就是挂一件外套嘛。为了女朋友，已经开始要改装浴室了。对啊，张东杰好像说什么都不对哦。第二位出场的孙国豪，直接遇到上车就脱的凶狠角色，他这样还能紧握方向盘专心开车吗？那你可以带我去看电影吗？你要去哪边看电影？去维修信义区啊。可以吗？可以啊。好冷啊，而且我真的不该这前妻团丝袜。那哪有人大哥穿丝袜的？热的话就脱，还有冷气要大一点。介意吗？介意，不介意。拿什么时候给我拍照？不要乱拍！不
喜欢自拍，不管在哪里都行。我喜欢自拍，就故意偷偷入镜。我喜欢自拍，如果很某某重新。我喜欢自拍，来一起自拍。我喜欢自拍。这边好鸟。皮肤有点黏呢，而且这边脱皮了，难怪你会痒，就流汗啊。你脱皮了，哎，我想说你不错吧？所以你们待会看完电影要去哪里？不知道哎，走走吧。到了。中国豪果然还是招架不了波涛汹涌的攻势，从内湖到信义区，仅花了46分钟。46，很久、因为一直受到干扰，一直干扰，还在干扰我。那你后面就剪掉，后面把它算来套头看。昨天还在享受，一直我呢。然后警察留下来干嘛？没有参加综艺节目。刚刚那个感觉，我觉得就是光天化日之下，好像到了一个移动式酒店的感觉。移动式酒店。阿美，你为什么不喜欢男生帮你开车门？开车门为什么要帮我开？是有手啊。我觉得很好哎。开车门。对啊。每一次哎，那很好啊。真的吗？那你坐车？不会啊。真的，我现在都不知道女生喜欢开车门。开车门很有礼貌啊。我都不敢帮人家开车门了，现在。因为我被好几个年轻妹骂过。嗯。为什么？就是我们很习惯，就是你还上车，你就赶快下来开车门，让她进嘛。我真的碰过一个年轻妹，我开车门，她就看着，然后就进去。啊，进去我上车，我说上，哎，系安全带。她说，你为什么要帮我开车门啊？我说没有啊，这是应该的礼貌嘛。哦，你是这样，我们以前开门，哎，坐过去一点。两个人挤一个位置。你什么时候在 Friday 上过班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坐过去。那西安，哎，你也不喜欢人家西安人的？不行。帮你系的。看是谁啦，如果没有喜欢的对象这样子，因为系安全带要过来啊，就是、哦，那是故意，对啊，太故意，靠近，觉得你想干嘛？真的，对啊，现在想要系安全带，你帮我系吗？来，宣导，宣导系安全带有错吗？对啊，对不对？但现在没有带子啊，系安全带不准笑。对，好不好？严肃，是，那还要帮你调冷气哦。哦，调冷气的话蛮贴心的，就我很怕热。调冷气贴心，开车门不行。开车门就是有点太多余了，对。对。哦。那所以你一上车，他把冷气开到最冷，这样不会坏啊？最冷不行啦，真的有点太冷。就是如果会主动问说会不会太冷或太热，我就觉得还蛮贴心。可是这很像他比较喜欢那种比较直接的男生的。对。上车就是上车。规定有没有？谁要的？真的演讲。哎，鹏哥，我想 A 比这样 A 比这样女孩子可以跟正常人交往吧？她喜欢帅气的，比较帅性的。秋文喜欢这个，就是开车的时候被压头。没有。真的，我是压头，因为车上面不是都会有一个那个天窗，要让你上车的时候这样扶一下，因为很容易撞到那个上面的。要压头进去再压了，对，开门之余还帮你这样护一下，一下一定要的。你做过官是吧？公主公主没有，是没有做过。这随护才会这样的，对啊，随护。那不是很贴心吗？你带你爸，你不会也会这样吗？真的，我说我爸随护啊。哦，对嘛，不是那个是孝顺，孝顺。可是这个男生帮女生，这个我也会耶。因为我真的碰过女生都撞进去，对啊，因为我就是很常撞到那一个啊，那你笑死啊，很好笑啊，那你不能这样护也没有用，我送你。辣妹副驾的诱惑让唯一开心的飞起来啦！哇塞，他脚放在你哪里啊？刚刚这样擦油太正点了吗？对啊，你用力擦吧，毛起来擦。而且有时候因为你擦那个油，它会有点白白的，然后因为车子的那个皮白白的是伺候。